左上角点点关注。黄色连心加入我们的粉丝团哦。感谢大家的点赞啊，谢谢大家的掌声。好的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送给大家一首《为你祈祷》。感谢拖拉司机，谢谢拖拉司机。欢迎新来的朋友们，感谢大家的小心心，谢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我们没有点关注的朋友，左上角点点关注。在这里祈祷大家能够
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生活美满幸福。感谢天书为你祈祷，送给大家好听。觉得好听的朋友，我们双击屏幕一起点点赞，双击屏幕我们一起点点赞啊。点点喜欢古筝音乐的可以在左上角点点关注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百花香。谢谢拖拉司机，感谢天书等等我们榜上所有的朋友，感谢大家的掌声和点赞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送给大家一首红枣树。
首《红枣树》送给大家。谢谢大家的掌声啊，感谢大家的点赞，好听吗？觉得好听的朋友，意思在公屏上，我们打一波好听，好不好？大家走一波好听。谢谢我们榜上的家人们，感谢小木土，谢谢拖拉司机，感谢白玉等等所有的朋友们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《暂别离》，也叫做《听心》，送给大家，好听。觉得好听的朋友，我们可以在左上角点点关注。好，现在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团，感谢大家的33万赞，家人们，我们点赞不要停哦，双击屏幕的任何一个地方，一起点点赞。喜欢，不知道有几分打动你呢？有点卡，我们有点卡吗？以为我下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来自海拉木老师的《别知己》，《别知己》送给大家。
别知己送给大家。谢谢大家的掌声，感谢大家的关注。接下来我们送给大家一首《余情未了》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